在高雄市高林。今年刚好是第三代，应该是我刚退伍的时候，因为当兵前都会长辈都会说当完兵然后替妈祖服务一下，然后就是说祈求我们当兵顺利平安这样子。因为全家都是大家。对，都是妈祖的信徒。所以你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进神庙吧？应该是22岁左右。你儿子几岁进神庙？他今年16岁。对，他比较早，他比我还早。神教班会不会重力大？当然有点辛苦，但是他的这个过程当中最辛苦的是最辛苦的是，就是应该是抗压性吧。他打算要继续扛多久？当然服务到我们不能服务为止。第四代会不会让他扛？但有机会。弟弟，你今年几岁？今年16。啊，你为什么会想参加那个大甲妈的神教班？因为从小跟爸爸公他们就是出来看热闹，然后后面就跟爸爸说。想要来帮妈祖服务，这样子。好，你请阿公了。阿公准备无翕到啦，三个拢翕到准备。现在在这家吼，大概是迄、那个盖比上盖森严的这个因为迄、那个有过离婚啊，这个经验吼啊，今仔日呢，我想差不多所有的彰化市的市民拢在遮伫丹台妈祖，伫丹台妈祖，所以讲这个所在会当讲是这个彰化市主要的重点啊，重点啊。大家嘛，虽然即摆已经1:40啦，但是呢嘛，中华民族今年拢无咧过啦。每一年呢，大家嘛呐经过民生地下道吼，彰化市就变成不夜城啦，吼，所以这是彰化人大家嘛，大家嘛的这个热情啊，所以讲。家父今年前面拢不得看我爱大家。所以讲，这里大家嘛，伫进行过程沿路吼，拢是受到遮个乡亲因的欢迎吼啊，这嘛是吼，这里为什么当年吼能够来到这个彰化地区呢？这个行程呢，拢会严重 delay 啊，原因吼，咱即摆听到这个锣声，叫你拍乱锣。所以这段路吼，因为咱呐妈祖的大桥呢，要经过天桥啦吼，或者地下道的时阵啊，拢会拍拦路吼。咱即摆看到这个大家妈的神轿呢，已经渐渐吼要通过这个明星地下道啊。这里也是彰化地区呢，这里人力不足吼，所带这个所在。你当看到桥顶全部拢是人，全部拢是民众在等待咧迎接大家嘛，吼。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天桥两非常好势，非常好势。
妈哪来个家，就是安尼，哦，拢是安尼，啊，所有人拢加班，拢无人伫困，啊，所以讲这是迄个啊，因表现啊，江淮疫情的方向啦，吼，那通过民生地也都了了，嘛是同款哦，因为伫这个市区呢，都继续要紧，吼，啊，小奈呢。通过中正路啊，然后到火车站，吼啊，然后再到今仔日出发的所在呢是南庙宫，吼、哦。不过呢，我想，那按照目前的时间来看，吼，可能三点以后才无到通过这个啊，迄、那个南庙宫吼，所以伊的行程大概是啊，去年吼是特别严重，吼、哦，因为连假的关系，连假吼啊，然后如果拄着规个疫情解封的关系，所以呢，我想可能。咱无听到炮声，已经无咧放炮，或者是咱尊重在地吼，因为生活起居吼，啊，无希望讲影响下面是健康啊，啊，交叉的这个关系，吼、哦，好。咱即马以为吼，已经大家嘛是叫已经通过这个民生地下道啊，吼、哦，要开始进入市区，吼、哦，要进入市区。啊，无论几点吼，即马点半，无论几点，我想同款。